上面怎么办？不看，再洗一遍。谢谢。大家都在摆着 pose。你觉得自己哪时候最美？都一样美。没有，长得都一样。哪时候最不美？哪时候最不美？不开心的时候。最常被经纪人念什么？你今天又水肿。去 KTV 最爱唱的歌。姐姐萧敬腾。早上起床第一件事。喝水。回家第一件事，洗手。你的口头禅，随便。